看第三个题。好，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哈？这个呢 ，t 平方 dd 哈，可以给它合并，哦，合并成哈三分之一 dt 的三次方呢？啊，这多少呢？一减掉，把它看成是 t 的三次方的平方。啊，现在这个把它看成 x 了。哦，那根号一减 x 平方积分的话，就是 arcsin 的，所以这是三分之一哈 ，arcsin 哈，这是 t 的三次方。啊，还有再加一个积分常数，西。